如果有機會去到土耳其首都安哥拉，他們有一個是安妮托利亞文化博物館，在它裏面就將很多有關土耳其的遠古歷史那些的文明出土的東西都放在其中。其中你可以看見一大批的一些叫做楔形文字，我手裏面拿著這塊就是其中一塊。這些楔形文字在巴比倫附近一帶是找到，有些是屬於巴比倫時期的，在我手裏面這個是屬於蘇美文化的時期。到底裡面所寫的是什麼呢？我就不熟悉這些文字，不過看它的簡介就了解到，原來當時蘇美文化有這一塊就是一年的一個祝福。你知道每一年呢就開始新的一年，人都有很多祝福的說話，而當時在蘇美年代已經有年的制定。並且在它裡面就說了，希望你今年呢有身體健康，希望你每個月都有快樂，總言之希望你成年都好啦。所以呢在這個的泥板上面呢就有這三個的祝願，盼望這個祝願呢都成為我們每個人每年裡面享受神恩典的時候的祝福。